脑力与体力，彩糖与吃糖，一场赛局理论的征战，到底谁会得到最多糖？那里有个大范围有七家，把那七家都掏完。我跑了，我跑了，我去找他。我找到黄糖，我找到黄糖，欸，有点距离，欸。认。不是，我觉得我现在跟你鸡同鸭讲。我们去便利商店拿来关东的时候玩，然后我买了一包 MM， 然后那边丢了。那你们有没有研究过公车还有捷运的路线？没有，有跟没有，到底是有？介于有跟没有之间。其实我们一开始来就没有赢的意思，对啊，只是比较输而已。Oh， 所以我们有先吃早餐，有先大便。念力的修炼，我们平常就有那个丢东西给别人吃的习惯。这个比赛规则是我当年大学的时候修那个赛局理论的时候就想到的，然后当时就写 email 跟老师说，老师要不要考虑期末考就玩这个，然后按照大家踩到的糖果的分数决定成绩，然后老师又没有同意这样，然后。其实你要怎么做会赢，是跟你的对手怎么做有关系的。很期待大家的表现，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会完成什么样子。比赛由三人组成一队，一位吃糖者，两位采糖者。比赛开始时会发下一份清单，清单内容包含超商以及糖果的资讯。参赛者必须依据清单去制定采集糖果的策略。采糖者出外采糖，吃糖者则必须留在会场内指挥他们。采糖者出外采糖只能搭乘捷运、公车、火车或者是走路，不可以骑机车或者是骑脚踏车。得分的方式是买到糖果五分钟内上传指定照片。指定照片是采糖者与超商店员的合照，以及买糖发票还有辨识物的合照。积分前八名的队伍进入八强复赛。好，所有的店都是全家便利商店。一可以看了。会比较有优势嘛？这个是大家可以自己判断。红线，红线，我想先要不要？啊。右边走，就左边那个，哎，有票怎么排到？右边嘛。对。然后，哎，红线，然后。我跑了，我去找他。李阳，帮我那个。直接跑到平淡山去淡水，应该是最快能到义山店的方式。这个很多人他们还在附近开小圈圈讨论战术，就大家还是蛮有谋略的，对，没有直接冲那个五十分的点。其实我是蛮推荐直接冲五十分的，谁先拿到五十分，谁就赢一半了，对不对？就是五十分还有三十九分嘛。我怕我今天一颗糖都没买到。对啊，对。哎，我跟你讲，大家都是淡水，所以呢，我就要跑新店去。就是新店，我去新店买两颗糖果，比他们去在淡水买一颗糖果还的那个分数还高，就是跟是同等的，你知道吗？新店，而且新店我还比较省。我们是不是该用跑的？不用了，走得很慢哎。就那个，没有，因为你那个比较远啊，你那一次打比较多分，啊，附近的都比较少分啊，他要跑很多的地方。永安市场站到景安站。那里有个大范围有七家，把那七家都掏完。话说，你觉得第一个被上场的发票会是哪家店的？就是因为
因为有一些离得比较近啊，而大家可能都先去抓高一点的。我觉得可能会是附近的，可能中永和。哦，中永和会先被上抢，因为它的数量其实也蛮多的，如果都抢下来，它的分数应该也是蛮够的。现在已经有人在搭上了捷运，往那个淡水移动，看起来是这样子。要去芦洲，然后男生要去淡水。我要去芦洲，可是我查到那家店要从芦洲捷运站走16分钟，我觉得有点小远。我们队有两个女生，一个男生啊，所以一定要，所以一定要一个女生出来。对啊，然后就刚好被出来，那你会不会后悔摔菜摊？不会，因为在那边的人也很辛苦。哦，你们现在目的地是新店。新店。两星不堪一击，他们还有萨基埃马克雅，萨基埃马克雅坐板南线，还有一个草莓巧克力，七分的之路草莓巧克力，可乐口味吗？我找到黄糖，我找到黄糖。哎，这家还没有，这家还没有房产呢。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所以你们下一站是大坪。啊，大坪林，大坪林，大坪林是哈。忘记拍电影。喂，我买了。我要先大坪林啊，我先去上公车，然后我上公车我要去哪里上？我要去上车去大坪林啊。啊，好了，算了，我坐捷运啊，算我坐捷运。好了。这个小熊吗？谢了，对一下品相名。可以。哦，谢谢，辛苦啦。没有，接下来那个更远哦。你都不考虑坐车，对不对？目前不打算，因为坐车等车，你走过去其实也差不多时间。哦，好像应该更久。对，如果这个距离的话，我还好。2公里认真跑不用10分钟，大概6-7分钟就好了。我在一家乔安，我在那边乔安店。哦，对，乔安店，谢谢你。不会。在同一班车上，当然会压力。因为我现在在车上，然后你知道现在是6个人，然后是3个人在前面，会紧张吗？我现在会想办法说服大家，就是平均分配，或者先猜个拳嘛。对，现在就不用公布。现在那个领先集团已经到宽度大小了，准备冲刺淡水湖那个阵容。哇！
中的每一段都出现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四个人同时在中心场合里面。看一下，你知道有没有什么类型？有啊，明星店哈瑞宝金熊优格一家，云华店的皇家牛奶店有四个，像十几个人抢，到底会怎么干？不行，得手。Hello，Hello， hello. 你怎么又找到我？你现在要去哪一站呢？这是直播吗？不是，不是。我很累，我不想讲话。我感觉到你很累，我刚才跟完秀斗高中而已。靠，不要输给他。好。板桥的有一家，你刚不是说你总是观光店，它只能观光店。没有啊，就是观光店啊，我们那个没有问题啊，就是。他那个那家店是比较神秘，他是网络上查不到。对，你就是顺着，你就是顺着往上走，顺着往上走。我现在在查寿丰，我等下帮你查。你先，我觉得你先从明华走。OK， 这一组好快。好 ，OK。我们现在在研究那家隐藏的板桥观光店在哪里。然后因为我有一个那个粉专，所以我现在要在粉专上面用我的。号召一问有没有人住在板桥，知道板桥观光店在哪？哎，我可以直接接板桥哎，中和桥和，然后等一下再回来。板桥观光，我就不知道有没有被拿走，因为它只有一个。但是又有另外一个是板桥新光人，但它只有九分。喂，你说什么没了？哦，桥河没了，观光没了还是桥河没了？桥河三个嘞，桥河总共有三个哎。桥河没了，刚说没了。哦，老师我在，我直接要想个备案，等一下。喂，哎，你想个备案，如果我观光去观光那个没了，我要去哪里？就是板桥哪里？你帮我查，你帮我查，你帮我查，好，拜拜。Hello， 我是哪一队的？我是 Enjoy Water。哦，来自台湾海洋大学。真的、哦，哎、啊，有没有后悔当采访者？有一点累。太热了，是不是？对，因为范围好大。真的、哦，哎、啊，这是你第几个点了？第三。第三个，你觉得糖果好找吗？太远了，太远了，而且我都用走的。真的假的？好、哦，那个场内的人有没有提供你什么资讯？他就是跟我讲说怎么真的、哦、有没有想要跟他互换角色？没关系，我相信他可以接得比我好。OK 好。对啊，他会更新啊。我们现在的领先者应该是懒觉挂嘴边48分。八二好吃59分，目前还有那个小麻大煎饼42分，哦，大七 A 马克羊69分，啊，那目前的领先集团，两金不堪一击39分，对。哦，跟永和环河店已经被抢完了，剩零了。另外，中和桥河店的20分也剩零个。哦，新店民权店已经没了。大红店还有三个，我靠！泸州明华店的39个为什么没有人拿、啊？超扯的！泰国皇家牛奶店都没有人入场。哇，这中永和新店真的是人满为患，人山人海。这个是谁？彭玉祥，我觉得彭玉祥好像蛮厉害的，感觉他走了一条正确的路。压住冠军，感觉市场的红利小，就是我觉得啊，每个人是要选择蓝海就蓝海，但是你要怎么选择出蓝海，很难的，这个不好说。哎，淡水那边已经快要进入赛跑阶段了。金耳说，哦，他们好像有人照明了国籍，他们先决出胜负了，就有人选择那个，就是直接去拿那个红树林的粉，就是选择拿哈瑞宝有透肤软糖，这应该是比较稳健的。对，有三个人去拿 Q 软糖，
原来车辆真的有先拆解，应该有。对对，他们有先瓜分的说，等一下我去拿这个，去拿。因为大家都不想跟我说。对，大家都不想跟我说，对对对，大家怕那个。可是不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们有人搭新的，有人搭别的车，那种有人奇怪？可能搭公车那组是输的。哦，然后他就偷偷搭公车。其实你知道吗？我在想一件事，跟娃娃小哥可能很难丢，他只能丢一倍，然后他在保龄球可以丢两倍，所以他的保龄球其实是60分，对不对？他的搞不好是有60分。自拍时间，我要来传上去吗？我不知道。不行，我要两个。你们都有买到吗？没有买到。没买到。为什么？不是有人都买啊？没有，他该没了，他都没了，他都没了。哎、欸，你们是各买一颗吗？当然不是啊。欸、他们有人买两个没了，刚买很多。没有，我确定问过了，他都没刷过了。对啊，他都没了，超扯的。他们好像不止买两个嘛，他们就全部买掉了。干，我真的崩溃了，不是我冲过来，因为我第三个到哎、欸，然后就竟然没了，我第三个到没了，我在新店，对啊，我跑完这个要去内湖，好热，哎、欸，你一开始是去哪边？我看一下，这是空档，我第一个去林家。哦，名家，然后民权，这我看一下，对，然后再过去有一个复兴店，哦好，然后复兴店在中兴店，在哦中兴店很远呢，然后在大鹏店，大鹏店更远，你就这样走路去还是？没有走路，哦，这样太远了吧？所以你这样，然后我再从大鹏店走回来大坪，哦哈，天 ，Facebook 上面，他们现在60分。第一名是第一名，应该这个啊，102分。什么名字啊？他们阔约机爆破队。现在几点？12:16。你们不吃午餐吗？没有吃午餐。拿到前面就是大餐。第一名，其实奖金都还蛮丰厚的。对啊。对啊，都是一万一两万。第一名是3万嘛？第一名5万。第一名5万，第二名。好像、啊、都是2万3万，然后1万。我说他第二名就。哦，所以你等一下还要转公车？应该吧，但上次太远了，我走不动。那你觉得会有其他组抢在你之前吗？我觉得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应该放弃这条路。哦，所以蛮有把握的。感觉会放弃。你们刚才买完吗？刚刚买完吗？刚买完的啊。哦，好，所以你们下一站要去哪？先去打捷运。应该没有，因为今天就没有去。卖完了，尴尬。那个新店啊，那个。哎，他没进啊。哎，有啊。走吧。他躲在里面。他藏在里面，他藏。还好我找到我就走了。什么口香糖？哪一个？可乐吗？这是谁？飞磊。来了，现在要回去坐公车。第
店员说他刚刚有一个人，他说也是穿我们这样的衣服来买，但是他买了一包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刚刚要买的就是那家店的指定糖果是就是 Q 软糖，这个是这个，然后但是店员说刚刚有人买了一包，然后我想说奇怪，那他到底是买了什么？是买错了吗？那怎么可能？而且重点是这家店只有，就是这家店只有一个，就是一个名额。谢谢你，感谢。好像是你买错了哦。喂，干嘛？永和宝瓶啊，店名给我，就是那个要在哪看一下。我看一下这边东西有没有到的。有啊，是吗？就是那离这有多远，你知道吗？我说捷运站离我现在在的地方。好，算了，好，算了，我去大捷运。好，拜拜。环状新店线，这个环状，我真的觉得要多盖几个站。不，我这样跑累死了，要死了，会死掉。你跑多久？我刚上去玉山这路。我靠！干！我都快疯了！我要疯了！我跑那么久，竟然被别人买光，干！我还好，在旁边。如果他们刚离来这边，我猜他们也会买光。哎、欸，这是一个红灯。因为在这边是便利灯。哎、欸，有人呢、欸。全部还有货吗？没有了。都没了吗？是啊。啊，都没了。没了。干嘛？这点钱都没有了。没有。哇！哇！哇！在他们前面两个。我约了福利给他。我真的假的？我两种，一注。哇塞！你会后悔当彩糖员吗？不会啊，超喜欢。我很超喜欢。在你那边，在里面有，因为我们队只有我可以去爬。一出那个会场，我就开始跑。那、啊、你们有事先想什么战术吗？边走边想。边走边想。先想好再出门。哦，你们想好才出来的。想了一下才出门，这才慢。不然应该会这样子。哦，这样蛮快的。我玩你们一般节约，你知道我玩一般节约？我玩一般节约。哇，差不多。你现在有踩到几个糖？三个。这个。那什么？没有了。哦，还有呢？保利达的机器人。哦，那个水。嗯，水哦。等一下，这个。第五分是当是百。这个。扩音机爆破队。是谁啊？哇塞，148哎。好屌哦！你这比赛只是上半场开打而已，因为第一节而已。因为你知道，在后面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地方的那种三个都被抢，但是还会很多那种实体还会剩，所以第二阶段大家去抢实体的时候，那要去哪个区域就会变得很关键。没有吗？确定，我被老师了。老师，快！快！好啊，不死心。他故意的，他故意的。淡水，他故意的。淡水到台北之间都没有点，他故意把你拉去淡水。我们把单子上所有的店输进去了。我。队员他用我的 Google 地图，然后标记的，然后手机就连接。哦，出现两个科技执法的。我们是军队回来的，有奖励。什么意思？你们不踩了吗？为什么？
你们不是内定冠军，为什么？我们太守法了，然后从那个淡水捷运站冲出来的时候，就遇到一个50公尺的斑马线，然后刚好红灯，所以我就停下来，然后旁边三个不同队就这样给我闯红灯冲过去，然后我就这样痴痴的看着他们，所以然后你就觉得义山的那三组就不会是你们了。对啊，然后我们就、可是淡水应该还有其他的吧？还是没有？有，但是蛮分散的。然后、就是、那你们怎么没有去？因为一下淡水捷运站就真的看到很多湖水绿的人。就感觉已经没希望了，所以就想说回来芦洲，那、就又看到我们的分数表上面已经跟人家差80-90分了，所以就直接决定回来了。我们买快乐就好了。买快乐。那你下一站要去哪？我赶快往板南线上去。板南线。对啊。南线。这边真的超偏僻的。对，自己蛮偏僻的。对。我不知道，你帮我看一下，因为土城现在很少人，然后他好像20分的样子。对，他们有人拿100多分呢，我们才好像才20-30而已。就是有人才，刚有人散播谣言说已经都被买光了，但是你可能要考虑这可能是假的，有可能有人就是他只是他刚刚不是故意过来问，他说哦没了，他故意讲说我们要去那边都没了，然后让大家不要去。也有可能。刚有人说土城鼎运的这个被买光了，不知道你对这个消息有什么看法？你觉得是真的消息吗？应该是真的消息，因为我有去问。哦，这个，请问一下，你是哪一队的？我认识鱼作怪。认识鱼作怪，然后你们现在应该有机会进到前八高分。现在看起来是第二啦，但是不知道土城是不是有人断货，现在对啊，打电话过去问了，我觉得谣言要破，要破除谣言。你打电话给谁？给你队员？他打电话给全家啊，问店员说请问还有没有这个东西？还有这招、对啊，他要这样问啊，比较快啊，不然假消息。所以他刚刚说有吗？就是我现在要打电话过去，他要打电话，赶快打，因为我也想知道到底是。看凯姐呢？那刚刚不是有人把保利达葡萄汁全部都买完了？对，就是都没、没有剩了吗？好的，好的，谢谢，拜拜。真的断了，真的断，破解了，请问一下，你对于土城鼎运店被买光有什么看法吗？我知道啊，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被买光了，已经被买光了。我们去了香榭跟鼎运，结果两家都被买光了，哎呀，下面两家都没有，太惨了。所以现在知道要寻找蓝海了吗？就我觉得那个内湖的，因为他的店名前面都没有写内湖，没错，所以大家看的时候通常都先去别家。对，我们是先去就是我们住的很熟悉的永和。然后一开始就拿了大概90分、然后之后就再也没拿到任何的。怎么这么惨？我们后来去的每一家店都被拿完了，被买光。第一个新天阔就直接被买光，然后大家都买不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名额都是不重要，就是只要有一个有人出招，只要有人去，然后花钱，他们可能每个都只会进10-20个。当然啊，对，你就可以直接把它买光，然后你再去跟店员说还有没有，我想都买，很容易就会没。同学，台大物理，你有买到糖果吗？你看，哎、一个，一大嘴全部要公布啊！我告诉你，你没有我惨，他超惨的。我在义山，我第三个到哦，没有，前面都把它通光了。我也是义山啊，我是第三个到哦，没有了。我现在那个明治西路站啊，因为我发现那个中山站的分数太低了。这什么啊？这能吃吗？对啊，可以，一定可以吃啊、哦！不是，我现在到现在没有糖果，我现在买不到糖果。啊，这是。你现在采了几颗糖？莫约应该是有8份左右。有8份呢？对对。哦，那你觉得你自己采的多吗？我是采远的，不是采多的。哦，那你有大概算过你现在目前有几分吗？100分应该没问题，100多吧。那真的蛮多的，那你等一下还有要继续攻略吗？有啊，一定要啊。那你下一个攻略目标在哪里？应该是那个突然忘记新善店，最后一个新善店，我就要坐火车回松山了，坐公车啊。好。
两个，我刚从淡水来，三个，四个，可是应该只有中两个还是三个而已。那你觉得你目前大概算几分？算，我没有算。你没有算啊？那你等一下还有要去哪里吗？对啊，内湖啊。内湖，好一好。你拿了多少糖果啊？我应该超过十家。超过十家了？对。那你有算你大概会得几分的吗？哦，我刚刚看那个即时的战况，我们是第一。目前是第一。有一个蛮高分的，然后没有过。没有过是为什么？是就是他只有三个名额，然后我是第四。哦，好衰哦。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好在结账。我们会不会进前八了？你觉得有希望吗？我们现在大概在第七、第八名徘徊吧。我刚听那个他讲。哦。很可怕。你们事前有先准备吗？有探勘过路线？完全没有。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会到哪。哦。我们在讨论会不会有高雄或者基隆之类的。高雄。对吧？那是要坐高铁吗？那你的队友都没有告诉你一些讯息？有啊，我们刚激烈沟通到我手机都没电了。哦，是这样。我们激烈沟通到刚刚。所以你现在就是跟路人借行充这样子。没有，我没想到我的电耗这么快。但是那个现在高分它还是很激烈啊，现在有三个队在抢八个名额，现在2:25还有50分钟。五分钟是很多的，如果你派出敢死部队去买到就有分了，你要回过来只是不能丢我而已。最后关头分数比较重要，还是回来比较重要，大家有自己的判断。好，你们要去哪？我要回去了。要回去是？对。为什么要用跑啊？还有30分钟啊。还要他买去一下。哦，你们还没买完吗？想说加减再买一下。加减再买一下是？你是不想跑？没有，我今天跑很多。我也在跑啊。你们没有吃午餐吗？没有。没有吃午餐就一直在买。我跑去五股啊。哦。那里有一间啊，我如说也跑。然后五股那间没有卖，他就说前阵子促销完。那可以展示一下你们的战利品吗？战利品吗？对吧？没什么，这个我没买到啊，就一个。你们花一整个下午就买一个？两个。等一下，可是我刚才看到有些队他们买一袋耶。那就是运气，买很多啊，就是买不让别人买。那你们为什么没有采取这个？我比较善良。你们就是走温情路线。感觉你手上那袋很重你要展示一下。你到底买了多少啊？你就是那种，就是你把一间店直接洗空的那种。没有，这都是不一样的。都不一样，对啊，所以你去了很多很多间店，我会瞬间移动。那你去到最远的店是内湖吧？内湖，然后再还要再搭公车到一个更远，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区，我对台北也不了解。还有14分钟 ，OK 啊？还有14分钟，嗯，对啊，所以你也没吃午餐？没有，我靠，大家都没吃午餐。同学，嘿。你感觉买了很多东西？还好。我现在第9。Enjoy one。Enjoy one，可以展示出你的那个战利品吗？战利品啊？对啊，展示出来。满载而归吗？不算。啊，就一个。对吧？我跑去淡水。就一个，你跑去淡水就买一个。其他地方都那个，就是大家都。一次就全部买，所以你从十点多，然后去淡水买一个，然后就回来了，就抢不到啊，太慢了。好，那你们去了哪些地方？新店，泸州、松山。那觉得糖果好找吗？还好，就通常进去被买完蛮干的啦。对，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会很累吗？有买到很多吗？没有。有买很多吗？还行。
跑很快耶。好累，我跑太快。很累。你脚怎么了？快充电，快点充电，快点就要充电。你想同一队的吗？对。有买到很多吗？没有，没有，要输了。真的、哦。拜拜。有买很多吗？没有。真的、哦。辛苦了。跑很多地方吗？很多，超多。第一个地点去哪里啊？什么高中？三名飞不了那么远。哦，好像有点远。对，是不是在芦洲吗？对，然后一开始以为没有人，结果一跑就一堆人开始跑。大家在看你们。太阳超大，大家就一直在比赛跑。哦。就是就拿到了之后又去别家，就发现已经很多人从那个店出来，就觉得很崩溃，就有几度想放弃。嗯。然后还结交到了新朋友，两个小男生，但后来我又跟他们分开。他大金龟跑到淡水，我有两个队友，一分都没得到。所以你们是扑，你们跑到淡水，然后跑去芦洲，然后高分那边抢光。然后所以一进去他就说没人没你不要来了，可以补货吗？对不起，然后我们就回来了。五四来不及了，三二一，时间到。那他们两个都没回来了。啊，他们两个，他们现在很坏啊！哎、欸，俩队桃园的与莱尔富没有等啊。你过来一下吧。桃园的与莱尔富在哪？那你们是都回不来？对，他就拿地方鱼线，太棒了啊！经过半天的彩糖大战，进入八强的队伍有吃糖糖。破约期爆破对小时了了大胃王任思瑜作怪，江浩为想揪人，桃园人与莱尔富冉冉冰旋风。一人站在线后负责丢食糖果，另一人则必须站在圈内使用大会提供的容器接住糖果，丢进容器内的糖果即可以得到清单上所列的糖果分数。若有参赛者觉得采回来的糖果分数太低，可以在倍数投掷区投掷即可得到两倍的分数。直接就开始了，直接开始哦。好，只有一次机会。好。哇、wow！ 好可惜，非常可惜。好，那今天把糖没了，大波路巧克力。哦，他们决定先拿四分了。好。好、oh， 好，拿到四分，帮忙翻一下，应该是大西西五家吗？是吗？对，大西西五家。好、oh， 所以他们选择都投一倍吗？要这么胆小吗？可是你们分数比人家少，投一倍不见得会赢。我听一下啊、哦。好，这个六分，对，然后还有大西西五家第二个。哦，成功了，这样是十二分，加油加油，哦，19分哎，十八分，哦，成功了，18分，不是啊，哦，好，接到了，好，20分，再来是这个五分五的盖奇巧克力棒。好球哎、欸！哦，成功了，开球。开三球是12分啊，进的是24。哦，接住了，24。哦，白色牛奶糖。哇，30嘛。黑可可巧克力酥片，这可能有点难度。哦，他要拼吗？17分，好、哦，那就34分。这个在哪？34分。这个在哪？34分。孤立一指，孤立一指，这个在哪？34分有没有？有没有？啊！没有啊。再来是辽宁县的宝利达葡萄西，这应该是有机会进这么远，应该很好投资。这也是为什么他被扫过20分、40分的威力。哦，好，40分，好像252。金装店21分的欧维士85%纯黑巧克力，这边这个是21分的，丢两杯都42分，分一指42分，可以吗？哦，成功了42分，哎、欸，
好，那就没了。所以他们最后是多少？294。294，好，好，那再来是下一对。啊，非常的可惜，这样呼吸接到也是没有用的。你要确保你的双脚离在圈子里。好，六分的大吉利乳加巧克力。啊，爆高度也是不行的、啊。好、哦，轻松拿，确定要证明呢？先从快丢丢一倍嘛，然后丢两倍。因为它是比较好丢的。对，快丢应该比较好丢。那你待会比较高分那个是比较难丢的。哦，24分，对嘛，这是最好丢的快丢。对，天元造型14分，那你要丢什么？哦，哎呀，差一点的，没了没了，先一千元飞了啊。20分，哦，失败了，再来是那个喉糖，22分，这是44啊，哦，拿到了44分，哦 ，Q 软糖爆酸，对，那一条长的没错，爆酸，哦，它是23分，23哦，对，23分，哦，46分拿到了。面包超人哦，好，33分啊、哦，然后没了，好，所以他们的分数168 ，OK， 好，谢谢谢谢。下一对任思鱼作怪，很快投到了100分。23分的牛后爆酸，哦，这可以哦。哦，可惜了。等一下，有什么？进一半，算了半截，好，那我们就算一半嘛，很公正的。20好 ，nice， 中了。好，这个泸州这个明华店的皇家牛奶店39分，这真的丢两倍吗？不敢丢两倍，好，39分，只拿一倍。哦，好，成功了，好，39分，好，最后他们有淡水一山，50分，也就是100分，他们要丢50还丢100，现在多少分加总？目前是182，如果丢50是不是没有机会冠军啊？现在最多是什么294，好啊，丢100也没有救了，好吧？那你们自己就自求多福。后队。哦，好，我拿五十，现在以这个232分嘛，占据亚军之位了，亚军之位。这个是价值9分啊，这个两倍是18分入袋，我投的不错。哎呀，30，好，不错不错，接的不错。20分，哦，有了40，啊，不错。那个投资很重要啊。哦，40分，啊，这组看起来蛮有希望的，就是五谷维新店有后爆酸。哦，46分，哇，不错不错。再来是淡水红，也是纽扣爆酸，也是23分的。嗯，哦，果然稳稳拿下。好，土城香榭这个面包超人水果棒棒糖啊，这个超难的啦，这个没有人敢丢两倍，33分，一倍都没有，33分。还有再来一个，他们现在几分了？272，所以这个33拿下就变目前冠军嘛。然后呢，最后一个面包超人，面包超人，14分入袋，再来是泸州逸兴店的健达贝多，健达贝多，哦，好接啊，这个接的漂亮，对，好，再来是松盛店草莓牛奶糖出现了，草莓牛奶糖，进了就是20分，哦，好，盖奇巧克力棒这有点难度，哇。嗨啾是好丢了12分，哎，成功了24分，好，
再来是那个黑可可巧克力芯片，这也是比较难出的。哇，好，听着，好，加油哦！哈瑞宝金熊酥软糖，又十分，又靠十一丢，哇！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啊，他们最后还有一个牛奶片39，牛奶片39。哦，没有拿进，他彩糖没有回来，那就没啦，那就很遗憾，你们就只有134分。再来是这个我们的符号队嘛，让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到底怎么发音。喵喵队，好，喵喵队，好，哦，成功了，哦，稳稳拿下，再来就是万恶的葡萄西啦，哎，哦，好，纽扣爆栓会被丢成两半的，被裂成两半的，23分的，很关键，是否能拿下？哦。蛮稳的，还有一条，他们有两个纽扣爆栓。哦，稳稳拿下。好，再来到了哈瑞宝金熊，他们的哈瑞宝金熊是一个不太好丢的包装，是否要胆小的选择一倍呢？超了！你可以先丢一倍啊，先球拿超过他嘛，先球超过他。稳稳稳，先手稳，先手稳。面包超人，面包超人，啊！啊，太遗憾了，太遗憾了！啊，大七七乳加巧克力，好，加油！那个6分，啊！植物草莓巧克力，哦，他们已经浪费了前两集了。盖奇巧克力棒，这个很难丢的。哎，成功了，成功了，好，嗨啾，12分的嗨啾。好，哦，24拿下。好，14分瑞胜的千元造型，好像只敢丢一倍吗？确定。哦，好，拿下了14分。好，再来是白色牛奶糖。好，拿下30，两倍32，能不能拿下？啊，这个黑可可巧克力酥片，这也蛮难丢的。哦，好，能不能拿下？宝利达葡萄西。哦，拿下了40分，葡萄西还有一条。哦，拿下，哇，连加40分加80了。硬喉糖，这很关键。来，要去了，哦，拿下了，加44分嘛。纽扣爆栓，哦，拿下了。他们现在几分啊？27。27，他的牛奶定24啊，就是他这样加，他只要投一倍他就够了嘛。他一倍就赢了啊。确定要投2倍吗？要不要稳稳拿下胜利？哦，好啊，最后还有一个面包超人，还是把它投完吧。面包超人，什么？面包超人，面包超人，面包超人。不读的，还在玩吗？301分，惊险拿下冠军。好，恭喜吃糖糖，冠军是吃糖糖。好，亚军是那个，哇靠，这个什么蓝啊，就是蓝蓝冰旋风，哎，以黑马之姿，这个黑马传奇获得亚军。340是小时了了跟表情符号。好。
刚刚为什么50跟100最后没有选择100？对啊，太难了。富贵险中求啊！高分糖果就不如。我觉得我们这样子抢走市场的名额实在是太对不起啊！所以应该是佛心大。哦。那么忙大，那时候是有晴天大下雨吗？因为我那时候可能出太大意，就被他们撞到天花板。重点要放在那个人要很会接，才是重要。就是像我刚刚有些，其实都湿透蛮多，但他还是可以接。就前面非常稳定，但是到后面有点非常快。后面的那个太难丢，最重要的都没丢。OK。在那一次机会中，你要。让你的相信你的队友帮他拿接棒，反而我觉得第二阶段压力比较大。原本想说就是很单纯的跑电，然后拿糖果，可是我发现有很多就是技巧跟手段。哇，好，现在就是我们冠军的吃糖糖。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叫吃糖糖？天来不及报，好，所以我乱讲。那你们觉得八强赛的倍数投掷的成效如何？不错，戏剧性。戏剧性很强，对不对？那比赛过程中有觉得自己会是冠军吗？有，对啊，是啊，哦，你们就是来拿钱的是？